2023年开年以来，中国各地吹响复工复产的冲锋号，工业企业积极抢抓机遇，赶订单、拓市场，瞄准技术创新，发力精益生产，不断提质增效。作为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贵州，当下亦全力拼经济，积极拓展海外业务，不断深化全方位、多领域、深层次对外开放。走进位于贵阳市经开区的贵阳海信生产车间，一条170米长的智能生产线引人注目。只见机械手臂、翻转机等自动化设备有条不紊地实现产品的自动装配和翻转，多台便捷式机器人来回穿梭于库房与生产线之间，自动将物料运至相匹配的工位。一台台电视机在经过面板定位、点胶、背光检验等60余道工序后完成生产，打包后销往海内外。2022年呢，贵阳海信投资了1800万，建设了我们电视行业先进的大尺寸线体，可以满足75寸到86寸的产品的生产。那么生产人员较我们传统的线体呢，减少了20%。同时呢，我们积极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制造的转型。目前呢，我们车间已经可以实现了整机和部品的自动扫码 ，AOI 的自动检测。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数字看板可以实时监控我们生产线体的产量、人员、不良品等信息。张震介绍，2022年贵阳海信有60万台电视出口到日本，2023年出口目标80万台，全年目标产量300万台。现阶段正全力冲刺1季度的海内外订单。2023年，贵阳海信还将加大走出去步伐，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。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，我们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。那么2023年呢，我们将要拓展我们东南亚电视市场，增加建设一条呢大尺寸的智能电视生产线，在我们园区内开展工业网络的布局和我们制造系统的一个升级，实现我们工厂内呢全物流的自动化的配送。眼下，在中国吉他之都贵州正安县，吉他产业园内亦是一派繁忙景象。各个企业生产车间里，工人们正开足马力生产吉他，以满足订单需求。我们9月16开工，客人就下了订单，像我们美国客人一开工就给我们下了40000只，我们日本客人一开工也给我们下了45000只。现在我们订单情况呢，已经排到大概在8月份，就是每天加班加点赶货，也排到8月份。郑川九表示，2023年除了与海外老客户加强联系外，还将积极参加国际展览，争取新客户并推出新产品。从去年11月份开始吧，就做了很多样品，计划在今年4月5号美国的阿拉海姆展会乐器展的时候再拓展一些新的客户。那我们组建的团队，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外贸团队，一个我们的陪设团队，一个我们的营销团队，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在美国租下8个展位出来，到美国去进行拓展新的客源。近年来，正安县通过引进吉他生产企业和人才，已落户吉他生产及其配套企业100余家，年产吉他600余万把，产值近60亿元，100把吉他搭乘中欧班列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贵州共发出中欧班列34列1684车，发送货物2.7万余吨，货物运输品类由开始的单一百货日趋多元化，汽车零件、电子产品、家用电器、工业设备一应俱全。对外贸易一头连着国内，一头连着国际，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。2023年，除了忙着赶制海外订单，贵州还组织了18家企业出海抢订单、拓市场。记者了解到，贵州下一步将围绕茶叶、酱酒、新材料等10大外贸单品和 RCEP、中东等6大重点国际市场，深入推动贵州海外展工作，帮助企业降低拓展市场成本，提振企业发展信心。